不生企业从1990年创立到现在，一开始当然是一家从事水处理的企业，从1995年开始，我们就开始导入楼梯升降椅这样的一个产业，它是一个载具，主要乘坐的是人，所以这个产品我们导入了很多，包括在欧洲产品里面看不到的功能啊，比如说我们导入的音乐，我们导入的语音，让使用者能更明白这个产品目前的动态。我想这个经营理念应该是友善经营哈，以人为本。所以这个产品其实有另外一个跟大家分享的一状况，就是以家为本，代代相传。所以我想我们在产品的创新上面也目前已经在研发第四代的产品哈，所以我想也许明年可以问世，让大家看到更不一样的载具楼梯升降椅。